开启曲率引擎，逃离黑洞引力范围，开始跃迁。希望占尽所有剩余能量，能让我们逃离黑洞引力。已经进入洛希极限，飞船正在解体。我们对唐龙的考核也是无法挽回的后果。我不能丢下他们，是我把他们带到这里，我必须要带着他们活着离开。将所有能源集中到动力，抛弃所有舰船可卸部件。还有一个方法可以逃离黑洞。